你给我放去吧，早点放，让它早点溜达溜达，不能太晚放。毛狗，小毛狗，来，来，把你放出来啊，小毛狗，来溜达一圈啊，溜达一圈，嗯，来，给你放出来了啊，嗯，好了，溜达吧。哎呦，你别抓鸭子，不能抓鸭子啊！哎呦呦，别扑我，别扑我！他挺高兴，快点玩吧。昨天放的太晚了，给他放的，不能咬鞋啊。要高兴了。这家，这家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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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拿两个奥利，哎，不要手套，不要，嘿嘿嘿，手套不要，不要手套啊，不要手套，不要手套，哎嘿嘿嘿嘿，不要手套，不要手套啊。我给你拿那个饼干吧，等会儿给你拿奥利奥啊，给你拿饼干，来，别闹别闹别闹，听话听话听话，不淘气，不能咬鞋，嘿嘿嘿嘿嘿，不能咬鞋啊，你要淘气不放你了，鞋放上边，鞋放上边，咬鞋这样，这个充太阳能充电板不要咬啊，太阳能充电板也不能咬啊，去一边玩去，去一边玩去。来，去一边玩去啊！去一边玩去。他那车门也得放起来，别让他够着。这家啥都咬，这家。嗯。啥都有，嗯，吃点饼干吧，先吃点饼干吧，行吗？小毛狗来，这小毛狗过来过来过来，给你几个饼干啊，不能啥都咬啊，不能淘气啊，不能吓唬鸭子，嘿嘿，不能吓唬鸭子，鸭子来来，给吃一个吧，嗯，吃吧，他把这个水碰倒了，我给你整点水啊，整点水，嗯，鸭子吓得飞了。喝水吧，喝水吧，毛狗，来，小毛狗，来，这是水啊，来，毛狗，这是水，来，小毛狗，来，喝水，喝水了，小毛狗，喝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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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哎，喝水吧，不喝、啊，还挺高兴，我给你抓点狗粮啊。你吃这个吗，毛狗？吃吗？想吃吗？啊，想吃就挺好。来，给你搁这儿，来，挺好，来搁这儿。嗯嗯，吃吧。那个牛奶给它放上吧。牛奶明天再给它，还是今天再给？今天给它。鸭子也想吃狗粮了。嗯，牛奶今天给它拿来也行，给它倒上吧。不淘气，不淘气，不淘气。哎，不进去，不进去，不进去啊，不进去。那袋牛奶，今天给他喝了一部分了。明天白天给他，还是晚上喝着呢？晚上喝也行，在女生喝吧。来，毛狗，来，牛奶，牛奶，喝点牛奶啊。来，听话，哎，不淘气，不淘气。哎，别踩我鞋，这狗太淘气了，这个。嗯，走。别淘气啊，我们淘气有点烦人了。啊，鸭子过来吃的狗粮的了，来，来，
那你这就好恶心，你这好恶心，你这好恶心，都给你倒上得了。嗯，吃吧。牛奶掺狗粮。好恶心啊，这狗，好恶心的狗，还直接拿舌头舔啊，那恶心。把这个涮一涮，涮上之后，这个装水吧。去上一边玩去，上一边玩去啊，上一边玩去啊，自己跑着玩去去。给涮出来吧，或者这个给它喂小鸡儿水喝，把它切开，现在就做个饮水器。哎，怎么着？我们这个可以利用一下。这也是一加仑吧？这好像也是一加仑，是吧？一加仑吧？一加仑，对，这也是装一加仑的。这就行了，嗯，那自己跑着玩吧。反正它跟小猫、小鸡、小鸭也能和平共处了啊。这个得给它关上，不能进这里。哎，又关上了。嗯，还有那个。哦，哎，不淘气，不淘气啊！把这个门给关上。这个啊，哦，上面有飞鸭，上面有一个棚顶上，有个飞鸭，飞鸭，你挺厉害。哎呀，哎呀，小狗。哎，不淘气啊，不淘气，把这个关上吧，这个晚上别下雨。嗯，好，这就行了。好了，我开始休息了。哎，干啥呢，小狗？晚上我该休息了，我回屋了。嗯，飞鸭，是不是有个飞鸭？白脖那个飞鸭？你们在这偷吃狗粮呢？今天把这儿收拾一下。来，小猫狗，你可以到这儿玩来了，小猫狗。这里边可以往里跑了，往里走看。我今天把这块收拾出来了，拿大剪子把这个草剪掉一块，对，这块明天再接着剪。钻不过去了，钻不过去了，拿这个大剪子剪的。嗯，明天接着剪，先把这块地给它收拾出来，要不然小鸡不敢去啊，因为它这个草太高了，像森林一样，对他们来说。拿那个大剪子放在房子底下了，房子底下明天接着剪，每天剪一块，放在这儿了。大剪子，用这个剪子把草剪。哎，你这离我远点，我看看这个线是不是还热呀？昨天把那线拿回来，那线还有点热。一三二，啊，不热了，好像不热了。不热了，昨天刚拿回来有点温，这个线。昨天的时候这个线的温，今天不热了，不再也不跳井了，不报警了啊！啊，欧了，那不错不错不错，这是以前的线，这个线比较粗，上面带字母了，这个是新的线换的，这个是不带字母了，可以了。小狗跑着玩吧，自己。你说他，这条淘气包了，淘气包了，他可以。那个这是他，好了，把这鞋搁在上面。
掉我的鞋放哪儿呢？这儿了。狗愿意叼鞋啊。